让恢复和平安定，是吧？乱嘛，这是人排出去赶走，居民安安乐乐过着生活，保佑我们的家园。在社会理上咧，个个都要稳定咯，系咪啊？一定系咁样噶啦。好似啲交通啊，其他各样，觉得都系要，即系要环境好先得咯。冇咩，即系年纪大嘅咧，要希望政府多啲补贴啊，咁样咯，系咪？